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恨怨品，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恨怨，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白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恨怨力故，身心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身。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佛。虚空界尽，我礼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一一城中，皆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各以出过辩才天女为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城树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幔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然种种灯、酥灯、油灯、烛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生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刹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深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即波涅盘分布设立，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勤转法轮者，
所有禁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以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以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所有禁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将于示现波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盘，今于一切佛刹即为成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即如须弥，为众把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城邑、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及于种种难行苦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要欲成熟众生，乃至示现入于涅盘，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身、胎身、湿身、化身，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要、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
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尘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是故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已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历经于耳所有功德，彼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复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依似句记，速能除灭五无间业，
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图，若毗舍蛇，若不多等，淫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清净守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因礼敬，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伏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有时候因跟果有矛盾的，有冲突的，说因我现在的种的因，现在修行能可以把我过去的做的错误的事情感的果能转变不能转变呢？如果能转变，那就因果没有了，过去做的因，现在我今生转变了，不去受果了，因果就不存在了。能这样子吗？如果假使我信了三宝，三宝加斯利，礼佛拜忏或者诵经，不能转变因果，那我信三宝也没用处啊，我信佛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个矛盾啊。如果把因果转变了，因果论不存在，过去做的因不受了，那因果那个果就还不成了。如果不能转变，我们兢兢业业地学佛，把世间的享受都放下，那也没有意义了，我做它干什么呢？在这个矛盾当中如何解释？我们有的道友或者信佛好多年了，完了还有苦难，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吧，还有些烦恼，自己感觉着佛菩萨没加持，没有感应，退失道心，这样的有，是因为你自己努力不够。在古德当中啊，都有因果跟这个感应有个比方比喻啊，说若二水相投，说一个烧开的滚水，一个凉水，两个对到一起，如果你开水滚水多，热水多，冷水少，冷水也变了热水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业
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善业的力量大。说你信三宝，你修行力量的力量大，就是热水多，冷水少，那你把那个液呀也转化了，冷变为热。在古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的，说我们对于液能转不？能转，你转得了不？那转的意思是含义呢？说假使说我过去杀了一个人，那这时候要还他的报，他找上我了，那我现在修行的力量大，修行力量大，能可以转变，使他在痛苦当中得解脱，或者他转入果道，转入天道，转入其他的道，来找到我报复，那我修行这个力量啊，超过他那个的力量，同时他也得到好处了，转变了，他就得了善了，他就不找你报了。无论什么因什么果，都靠你自己的现在的力量。说你信三宝力量强，修行力的很勇猛，不但你自己得度，把你那些冤家所欠他的债都还完了，把他也得度了，当然就不受报了。如果有人遭遇逆境，如果我们帮助他，是否他业障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例如我们有些个助念团，助念团，道友自己结合嘛，某一位道友走了，就是他死了，我大家去给他助念去。因为当你助念的时候，你心里不支撑，胡思乱想，那个冤结会找到你的身上。我在纽腰，在纽腰的时候，而助念团就有一个，他帮人家助念去了，回来他就疯疯癫癫的，那个死人的冤业找到他身上了，大家就帮他念佛消业障，他后来好了，好了，这种转业的时候经常有，但是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不要在那个起贪嗔痴念，你死贪嗔痴念呢，他那个业，他那个报复他没报复到，就找到你身上来了，就你心不清净。那你就靠三宝加持力呀，转动转不动，看你的力量大还是你那个业来的力量大。如果你的转动的业力大，这个业是善业啊，你那个恶业啊会让你善业把它降服，冤家而找你还债的人，那得看你的因缘。如果你在念佛或者给帮助他，你虽然消业障，是帮助你那个债主冤亲债主，他得度了，他还来找你麻烦吗？他就不找你麻烦了，那就看你修行力量。如果是找上你，你顶好大气，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大乘经典，能转。